I
听懂没？我刚刚看那个节目，所以他们那个四拍杠都这么小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坐在地上。啊，是吗？很小哎、欸。哦。就 ten。它有很多种啊，有如果是放手机的，它就会有可以放拉长，然后就可以立在地上。啊，如果不管是 GoPro 或者是小手机的，就是只有这么短的这样子，就我之前用的那种。没有，干嘛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啊？我没有上面的简单的键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定要搞成这样，然后我要上。这不是简单的键，四个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那这个不是要关出来一下？我要上个网，他把 WiFi 跟 4G 都搞在这里，我还要在那一个一个开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要快速上网，我还要在那边搞它，刚跟的。抽完。所以你昨天玩还没玩这个，玩你在玩拍照。昨天就是，新的就是长这样啊。是哦。这是你跟什么网络在一起？啊 ，WiFi 跟网络干嘛要搞一起？很难搞。都不能快开。嗯？你正常都是一直开的。不是哦。我说正常人都是一直开的。哦，是哦。然后我就不会讲话。短的音那里那里。没有什么。哦。对啊，这都还要在那边搞。啊？干嘛？帅吧？最新的呀。啊。你该换手机了吗？换人吧，换头吧。换新的还是长一样？对啊，就是人的问题哦，还没有 update 哦。我
有灰尘，我看有灰尘。什么惋惜吗？这样。对啊，空气清新。让人开空气清新机。问题是现在是没有 open 啊。我家的这个灯并不暗。什么意思？这看起来好像没有很亮。那个是1200吗？是的，这是1200，是100%。那为什么架那个差这么多？因为它只是把光线控制在一个范围。哦。但是，哎，怎么1100是这么暗？光消除，所以它是减少，不是集中。哦、集中是那个反光照那个才是集中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灯打开每次我就觉得我要。中嗯，那我把罩罩拿下来，这件超亮。嗯，哎，这个有，这个双层是有用的，它是因为你很烫很烫，所以你只要碰到前面这里应该是很烫很烫的，但是你因为双层外面这里是手可以直接摸的。嗯，嗯，这么厉害。所以有保护它的本体跟保护使用者的手。嗯，是的，超帅。钱。他说他可以单独卖啊，但是还没卖啊，不知道是多少钱。我猜应该也是个有5000以上。嗯。的东5000以上的东西啊，5000以上。
平衡了吗？因为它换到了不同版本，至少一个小时。修，修慢点修。要手套吗？你去拿那个手套啊，烤面。我有手套啊。哦，你的黑手。我的手套。
在这种灯那么亮的下面不用戴眼镜吗？